白胡子死了，什么？死了？看来富贵干的不错。不好，这里有诈！撤！ 知道的太晚了，你不是曹富贵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什么曹富贵？老子姓薛，名红狼。马大山，我爹薛山狼是怎么死的？你应该知道吧？不会是因为杀人太多，忘了吧？你是薛山狼的儿子，咱们两家有仇。 曹管家、白胡子呢？他们总得你是有恩的吧？也能下毒手。哼，对我有恩的人多了。老曹，他想让我当你的狗，我杀了他。白胡子只是想利用我来要你的命，什么义父，什么干爹，统统见鬼去吧！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那飞鹰呢？ 你们就是一路的吧？难道也要置他于死地吗？是又怎么样？老家伙从来都不相信我，眼看我就要成事了，他却派了他的心腹飞鹰到马家坡来跟我争功。他首先骗了你的女儿，然后再让你中计。他用短短的时间做了我几年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马大山，受死吧！